本案的枪击案主嫌施姓的犯罪嫌疑人，他自1907年、08年就因为涉及到枪击、杀人、掳人勒索案件，被警政署列为重要查缉、紧急查询对象，迄今已有3年多。犯嫌在犯案之后，当然就四处逃避。今天下午1:30左右，对我们的专案小组循着引带的吊叶，逐一检视他的逃逸路线，在我们的大寮区内坑里这个山区公墓附近，发现他已经自知华而难逃，畏罪自杀。在现场也起获作案的手枪1把。本案整个相关的贩毒集团总共有李姓、叶姓、范嫌6人为主的，经过我们从现场的勘查之后，在现场总共取出 K-Tamin 成品309公克。另外我们也利用侦讯技巧突破心防，小以大意，带同李姓、范嫌在屏东万丹另外取出 K-Tamin 成品241公克，半成品1.35公斤。前案我们会将这些已到案的共犯建请检察官向高雄地方法院来声押。